No, no birthd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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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吃日本的优格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一日铁粉，这个是明治的。好，那你先吃。一日铁粉的意思是一日所需的所需的分量。可是那就是黑醋栗的感觉啊。它是黑醋栗的口味吗？应该是吧。对，我吃口还蛮好吃的，就黑醋栗。就是，可我吃不出来是蓝莓还是黑醋栗。我的是蓝莓的。吃我的，吃我的。我的是感觉跟很像啊。对啊，怎么办？不知道。你的感觉没有那么甜哦。我的蛮甜的，然后我的有果肉，给你甜，大概是这样。嗯，你的好甜哦。我的比较甜。我再吃你的。我都不喜欢。好，可是你的困了。大家如果想要看伊娃吃什么优格，就请锁定她的日本游记吧。好，大家猜猜看她是什么。兔子，兔子，那明明就是松鼠。它哦，是松鼠。它耳朵在这儿，就是这样啊，这是松鼠。给你们三秒尴尬。好，这是松鼠。Hello， 哦嗨哟，第二天的早上。然后我们要去 Seven 买一点早餐。我们刚刚在 Seven 逛到没有看到什么好的，所以就想说去 Lawson。Lawson 底家。老森来也。老森。哎，这系列看起来好好喝哦。日本的饭团区。道明寺成功了，道明寺成功了，道明寺成功了。一个森林的步道的感觉，然后会要走很久才可以到宫的本人。大家记得来明治神宫的时候，入口经过鸟居不要走中间，然后看到鸟居的时候要先鞠个躬行个礼，然后走边边穿过，好像这样比较正统，符合那个礼数。空气超好，整个人都活起来了呢。他们在笑我。去这里洗手。来买玉手哦，我想要买学业的神殿手，买了祈愿的卡，还有学业成就的玉手吧，但是它是立体的，超酷的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写你的愿望，然后挂在神社上面。点的是夏日限定，是冰的，然后是炙烧的肉，先吃。面超 Q 的，你们等一下要吃我的，是冰的吗？很好吃耶。好好吃哦，冰的。你要吃面。哎，你们吃我的，快点。好，冰的超好吃。阿芙丽，最后价，超多人的，还好我们早来。
是单纯只是要炫耀新的耳环，挺合理的。有事吗，两位姐姐？他们今天是最贴心的姐姐，因为他们戴的墨镜都可以让我照镜子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给他一个无奈的脸，我小姐觉得这里的巷弄好美哦，虽然我不知道在哪里。现在在一家很酷的指甲贴片店，然后我买了很多，因为它很厉害，就是我刚刚试贴，然后它非常的顺，就是完全不会有凹凸不平的状况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。但是它有点小贵，它好像一片是1000多块日币，所以大概300块。嗯，不过就买一点来当礼物，可以送朋友啊之类的，然后我也顺便试用看看它的持久度。来吃芝麻冰淇淋，我觉得蛮甜的，然后芝麻跟胡麻两种口味的味道都非常浓，它会有一点那个颗粒，就是花生还是什么的颗粒。对，我喜欢芝麻，因为芝麻口感非常绵密，它那个芝麻打到很碎，然后你就整个在舌头上面化开，感觉你是就是吃那种芝麻糊，然后变成冰结冰版的芝麻糊，好吃。文具咖啡厅，潮。我们在里面吃鳗鱼饭，点的是这种，它是三区综合的小的。哇，好香啊！鳗鱼、葱、海带、芥末。小菜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茶。哦，茶泡饭，然后糖，开动。